暑假期间，联平国小规划了夏日乐学活动，带领孩子练歌仔戏，学习本土语言，并为年度戏剧来做准备。三年级，然后就开始加入社团，然后学歌仔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然后我本来就是不会讲台语，然后就加入这个社团之后，老师就慢慢教一些台语的用法，或是讲怎么讲，然后我就慢慢学，然后就学了三年，而且我还有去参加比赛，有得奖。我看到哥哥姐姐在表演歌戏，足趣味的，所以我就来报名今年的夏日乐学，因为才会当学表演，甲台语，我感觉足趣味的，嘛足快乐的。透过学习歌仔戏，也是希望让孩子从中认识文化，并培养表演能力，来好好展现自我。用本土语言的方式，歌仔戏的身段啊，把一些民俗文化，还有一些道德哈、忠孝节义的概念融进去，让孩子在戏剧里面啊得到熏陶啊，学习到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也希望借着这个戏剧的方式，让孩子学会去表演。就会在舞台上面去展现自我，增进个人的自信心啊。联平国小推展东埔瑞儿童剧团的理念，也受到许多家长的支持与肯定，感谢校方的用心。借由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让孩子啊有上台的机会，然后彼此更有自信心，然后加上每一次的一个不同的主题哈，都可以带给小朋友一些人格的教育。身为家长哦，我们很乐见，那也很感谢学校的老师以及校长主任的用心。联平国小东埔瑞儿童剧团近年表现亮眼，校长周更新也表示会持续来做推动，让孩子从中学习成长。那今年得到全国的创意戏剧的优等奖，这是我们南投县唯一得奖的一个部分啊。那我们希望持续下去啊，让孩子也认识这样台湾的歌仔戏，也认识一些戏剧表演。那借着这个活动，增加自己对各方面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啊，开展自己在学习的领域方面的一个广度还有深度。议长何胜峰肯定校方办学的用心，让孩子们因此受益良多，也期待他们日后能够将精心准备的戏剧来好好呈现，让乡亲们看见他们的学习成果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